上的星星，像那天空天空上的彩云，像那海里海里的乌贼，像那海里各种的精灵，像那草原奔跑的骏马，像那天空飞翔的火焰。哇哦，今天这两天我们在做一个就是 Showstopper 的中文的即兴乐剧的工作坊。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是爱。那我一直都很喜欢 Showstopper，我就是很惊讶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面创造出这么难的歌曲和对话和一个完整的音乐剧。所以呢，我今天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做到就是中文的 Showstopper 的即兴乐剧。杀掉你，今天我杀你，杀掉你，今天我杀你。然后我们一起唱歌，我们演戏，然后我们就即兴的做了很多不同的表演。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这一次我学到的反而是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不要刻意去让一些东西去发生，反而是让它慢慢自然的发生，然后就会那个效果通常会比较好。就是不要刻意去做什么动作，唱什么，想什么，然后那个就有一个魔法就出现了。其实就是跟其他人相信对方，尊重对方的同时，也会去慢慢有一个相信那个生命会变得更好的一个特别道理。所以谢谢你们这一次给我们这个机会。喜欢你当时看我的眼，喜欢你当时看我的眼，可是我没有勇气站上去向他表白。喜欢我们有两个非常好的导师在帮助我们，就是探索这个即兴音乐剧。然后在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那种感觉最深的就是两天之后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团队。我觉得每个人都在为这个我们所做的东西在贡献他们能够贡献的力量，然后每个人都在支持着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团队的这种一种合作是让我感受最深的。这两天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也非常衷心的祝福我们即兴音乐剧在这个中文版的制作上或者跟中方的这个合作上有更好更远的未来。了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我只不过是看门的，但是我不行，不想再这样，得给自己找点乐子。你想去犯贱，给点铜钱，你想到天庭给点黄金，你想去人间，给我点铜钱，你想去天庭没有门儿。种子需要浇水，鲜花需要培育。当你知道你有一个理想，就勇敢去追。下来，当
就伸出你的拥抱，这世界就是你的，就伸出你的手去拥抱。这个经验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独特，但我能够说一件事情，这个经验是可以教的，这个经验呢是可以学到，有一个流程。我是觉得这个即兴音乐剧是非常有的一个机会的，我希望这个概念能够在大陆并不是大陆，香港还是其他全球的国家可以发展，能够发展。希望这个概念 Showstopper 是这个音乐剧可以给全球的中国人、华侨和华裔听到、看到，而且最重要能够感觉到。就伸出手。